哎，怕的猫灵根失忆症系的，早，啊，应该跟你们说中午好，美国时间的中午。我看一下，现在还可以买吗？想知道哎，买一下，11000哦。偷看，看能不能买，还是要买？可是也快结束了，算了。可其实可以都买，买！哎呀耶！ディープサイフォン、クール、こんばんは。噩梦。对我来说，真的是个噩梦。不是不是，改一下键盘。可颂。怎么卡成狗？突然卡成狗，等下，我开了什么吗？把东西关掉，怎么卡成狗？我等一下我，不会卡了吧？情绪还可以延续，干！真是气死我哎！报警！妈的，下去！我要采取观众说的说法了，我实在是不想再跟他们继续。我操！你这个，傻盖！我靠！这家伙真的，我敢，我敢！我要死了！谢谢大家。被榴弹挥到了，好哦，谢谢你哦。不是，这个游戏，你不管载不载入，它都会继续啊，它会继续，好不好？就你死掉才载入的话，哎哥嘞，嗨米嘎，嗨奶粉，奥斯卡，嗨龙汉，根毛，走开啦！你真的很烦欸。不是啊，少算一次死亡没有用啊，因为你时间还是算在里面啊。
因为你要的是时间，不是死亡次数啊。就死亡次数多或少都无所谓啊。这要是我少点东西不算。哎，有空，洗个船，过来看看。回到标题独挡，我觉得回到标题独挡也太麻烦了。这家伙突然爆冲欸，我干你娘欸，哇操欸，这个他这个追真是太夸张了。转身真的是很讨厌。只有四个，你不是说四个没有错吗？爱鲤鱼王，哎，暴君逼我嫁，还有镜子里的猫，还风小生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还没有发通知、欸，呵。啊，我的 Discord 呢？我的 Discord 怎么不见
你有吃到吗？欸，这个看那个，我觉得看弹出是，看弹出是是没吃到，可是如果你是看就是含影片的聊天室的话，就吃得到。我自己也是这样。我只想知道最初你办公室里的那些文件。我只想知道。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？我可是 Nathaniel Bard， 我可是你见过最厉害的科学家。你这个只能换尿盆的护理师。Bard。哎，拉普拉斯。Terrell， Bard 死了，他是被射杀的。可恶，那疫苗呢？我正在找。我是病毒研究中心主任。我弹出是弄太窄了。九月二十九日，不是，是弹我弹出是比较宽吧。我心里有数，我的时日已经不多了。我打从心底里希望这一段录像能让大众发现真相，让我还有可能挽回那么一丁点自己的名声。我觉得他的声音很不合哎。这次浣熊市发生的灾难，全都是因为一种名为 T 病毒的生化武器外泄。我的雇主保护伞公司打造出了这种病毒，在他们的命令之下，我的团队研发出了这个疫苗。目前我将疫苗的一些样本留在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其余全部放在了地下室。呀，嗨，史杰克。但公司高层的那些混账竟然想销毁疫苗，他们想要隐瞒自己干的好事，打算将病毒的证据全部烧毁。全部烧毁啊，不知道，抱歉，应该是销毁。但我没那么蠢，我知道他们不会让我。玻璃心那个超级刚刚好，超好笑。天哪，原来只有说的对，竟然还肯相信我。最好是电脑屏幕有这么容易揍坏，而且是以前的，以前那个超硬的好不好？哭啊！嗯，我要什么没拿到？哎呦，对。因为中国就玻璃心嘛，没办法啊。Oh shit！
干，一颗手榴弹还打不死哎、欸，好扯哦！我一个。我干干干干！好险你爆了！谢谢威尔德五个月的续订，感谢您。再慢慢玩，就慢慢玩啊，还放克。Jill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你一定会没事的 ，Jill。哎，给你吃个草。哎，不给吃，不吃啊，算了。哎、欸，所以这杯子让你想到你妈把你的杯子摔破，你说 Kiki 拉拉的吗？我家只有白色的跟粉红色的，最后有用。我家只有白色跟粉红色，是不是还有一个有两，好像白色有两个，然后一个粉红色的，好像。Terry， 还不止摔过你一个。所有市民请注意，由于疫情现在已经完全蔓延整座城市，所以政府会于10月1日进行。所以政府打算封城，摧毁浣熊市。所有仍保有理智的市民，请尽速逃离。这并不是对啊。所有市民，中国的游戏都一定有后，就是中国东西一定有后门、啊。还有市民困的条例啊？你以为政府会在意吗？你以为政府会在意吗？我的天，用中文讲好。让我来。最好准备些武器，听起来外面有一大堆啊。哎，我觉得他用中文讲好适合哦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有盆罐，但这两个应该够吧。我想办法把卷帘门降下来，出入口小心。有人打吗？可以吧？你有办法吗？我看看能不能入侵医院的保安系统，请帮我争取一点时间。这个游戏是不是它 Re2 就已经不能玩了？《恶灵古堡》其实它本来就不能在中国玩吧。上场了！哦！我跟你娘的！你从哪里来的啦？哪里呀、啊？我操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出现在我后面啊！干超跑！
我干！我干！我干！怎么突然涨？怎么突然涨啊？要吓死谁啦？船呢？突然一个转头就看到你。我靠！后肯尼是谁？小七，还有斯科，差点没命。不过危机解除了，真的差点没命了，我的天！我这就回去。疫苗确实有用。好，你要去哪儿吗 ？CC 应该整层楼都炸了吧？没有，至少大厅应该都炸了。通知政府吧。告诉他们找到解药了，尽量拖延时间。尽量拖延时间。胆识过人的笨蛋。可能火药量少吧。
受该了威力。哦，他又要再一次做梦。我去倒个茶。Jill，哦，太好了，你好起来了。有好消息，事情解决了，城市得救了。只有杀了我 ，Kill me， 没有其他选择了。什么啦？陈川才不会偷动椅子。这是哪里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各位市民请注意，各位市民请注意，快要开始了。本次发射的导弹是消灭所有生物物质的特殊弹头，留在室内的人将会无一幸免。十月一日，请立刻逃离。再重复，不会吧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并不是演习。这个是拿什么火焰地雷弹？我觉得应该也不用另外一把枪了啦，说真的，去拿麦格农，主要是麦格农，有一把小枪是真的不用。可以带着碎石了，不然先带着碎石好了。我在想哪一把好了、欸。如果不装枪口的话，应该是这把可能比较好吧。那我先用这把好了。对，枪头可以拔。欢迎阳光美女，你救了我。当然不是我，是卡洛斯国王，他背着你到这儿，还想办法救了你，真是有一套。真是有一套。到地下室去了 ，Bart 存了一批疫苗，也许能够拯救这座城市。他以为一个人做得到吗？我去找他。等等，你看到新闻了吗？他们打算把整座城市炸飞。我正在想办法跟那些高官联络，看能不能终止轰炸。让他处理吧，他可是专业人士。我也是。我也是。没错，看来我是说不过你。储存设施位于地下，就在医院下面。我联络不上卡尔洛斯。妈，有什么麻烦？还有几个东西。
那是通道吧。哎，不要。嗯，补强配件啊。我只是在想说，如果这把枪不要枪头的话，哪一把比较好而已。我带开锁工具吧，有。没意外，应该是麦格农手 的子弹，我之后再过来拿好了。反正我现在也没有麦格农。个人觉得那把连发，哦，不是那个枪头了，我是说枪口。是尼古拉做的好事，先把二楼的东西拿一拿。哎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？干，是有人偷假死啊！干，让我害我浪费一发。我干！他怎么突然好快哦？他没那么近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觉得他还有点远？这个好像没看过，好像没捡到。嗯，硬派更不好打死。
个应该是已经打死。Oh shit， 人数太多了。其实中杯僵尸就开挂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找不到吗？干，枪差好多、哦。有文件没拿的。妈的，只有那把突袭步枪是要冲三小。小屌烂墙耶。我真的觉得卡洛斯比里昂更可博，我是说真的。颜值也比较可播，是还好啦，我觉得这一代应该比以前卡洛斯好看多了啦，说真的。我应该能钻过去，我应该能钻过去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他那样其实还算好看的。欸，为什么是红色的、啊、Magic，为什么这里是红色的？哎、欸，好悲啊！哎、欸，有了，舒服。我觉得克里斯新版的跟旧版的都帅。用这个肯定能将敌人爆头。用这个铁定能给敌人爆头。
啊，熊熊本。绝对不会说我被自己的影子吓到。被身后的影子吓到。果然，应该都拿完了。OK， 束缚。一发就让他去了、欸。哎，沙克桑 ，PC 的游戏都有出 mod 啊，很正常。掉也会，光是读取好像没什么用，一定要回到标题读取。下的路，我都没有看到那个查理啊！这在查理真的藏得特别好的感觉。哎，尼特！哎，小易！医院里的人怎么会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呢？跟你说几次，他们有发现，只是他们没办法进来而已。太跨级了。还是这把手枪比较好。可是如果能三连发的话，因为它有多一个镜的配件。
算了，因为我之前宝石没拿。出现吓我一跳，欸，他头怎么没有爆啊？我在二周目又被吓到了一次，又。不会再回来了。Jump scare 嘛。我干！怎么狗狗突然就出现了？知道，为什么这上面也有一个？哦，还满。
Ben。少哪一个保险丝？还有一个在哪里啊？Torius 100现在是谁？什么？哦，这个散弹架是干嘛的？看一下。哎，靠背，完了，装上去看不出来。但我还有一个嘞，啊，在那边啊。小叉安安，小鱼三，什么愤怒的人呀？我昨天很愤怒啊。欸，哇，这个要怎么过去啊？哦哦，靠杯。从那边出来啦，插这个。看标题。解这个成就吗？我觉得来不及了。我啊，怎么都起来了？不捡东西的话，时间会蛮快的。可是因为我东西满了，他们愿意协商回去放东西，我就回去放东西，就是拖到时间了。
他们可以取消轰炸，但是条件要命，条件是必须在发射导弹前把疫苗交给他们。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几个小时吧。该得了，一秒都不能浪费的。该得了。这边我制作伙伴呢？操！疫苗就在我们前面了。总司是谁？我认识冲田总司跟服部半藏。我来帮你。好吧，我们一起解决。我们一起解决。再来干。Seed run。撸猫半藏真的。啊！Team。你他妈拿麦格农出来射他好不好？你拿这个烂小枪到底有什么用？对，我就是在说我拿烂小枪打飞机只有屁用。这里是不是哦？这里我记得好像都是。算了，这把枪还是留在后面好了，留在后面用好了。记得这里有个女的吧？对，然后说的就是你。哎，哎，不是你吗？啊，是你啦！靠背，浪费一发散弹。奇怪，我记得是个女的。
审核成疫苗，请将材料置于舱内。合成？不得自己做疫苗吗？好吧，我得想办法完成。手动控制钥匙制作完成。是什么好东西呢？是什么好东西？已取出手动。超巨大 USB。So big。小月，谢谢支持。真的假的？原来我的下杠子弹有点少，好吧？被我用完了。没打到头，衰！再见。哎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太多白白了吧？这里。哎，干！我操！我干！怎么动那么快？我干！我干！我干！这三小，这什么啦？动太快了吧？No, I'm Taiwanese. 哦，是抗原样本，我正需要这个来做疫苗。你真的很喜欢吃茶叶蛋。小心，要买个饮料啊。
东西真的太多了，得去放下。我干你娘的！为什么？麦格龙杀不死吗？有够恐怖的。啊，他故意的啊，有差吗？直接变掉就好了。唉，我最讨厌不能沟通的外国人。我已经跟他说台湾历史，他硬要说 Chinese， 我怎么办法？走错路啦！有啊，不是你，我都用，我都麦格龙打头啊。我不是都用麦格农打头吗？这一定就是电源了。有感。你要去哪里啊？距离爆头，新的还有新的，我的麦格农已经进化了，怎么可能？我记得我之前没有遇到啊，还是硬派新增的、啊。的确啊，硬派的配置好像多一点，怪多了一点。别挡路！为什么啊？干！啊，你哪会跋倒啊？他怎么自己跋倒啊？原来叫做 Nemesis， 他叫做 Nemesis。好帅、欸！fuck！
哎，无敌。我跟你讲，怎样要爆出来了？妈的！妈的！所以是因为我回头，所以遇到新的怪。Scribby， 这里卡洛斯会死得很惨吧？不小心迷个路了吧？对，我是数位版。好了，我要被抓脖子了。其实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疫苗合成完毕，因为我才刚换。就是他把它弄成50%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你大概就是，其实我跟你说，这根本我根本也没有认真在解的意思，因为我第一次就是随便按，然后就过了。然后后来就记得是这样。反正就是某个钮，然后会给你一个那个吧，大概的，就我这个钮会增加 A 多少、B 多少、C 多少这样子。你屁啦，你这样。很微弱的敲，然后跟我说可以打开通风盖子。偷跑，你说数位吗？还是实体，实体是一定偷跑、啊，欧洲都已经有人开始玩了。我奖励第一次换了制作伙伴，然后今天刚换了一个手册，但我还不知道好不好用，因为我今天都是莫名其妙被抓。这里要打那个了，我先整理一下。
浪费一发也还好。我觉得应该用不到那么多，而且里面就有了。我火焰弹有多少？这么多。一开始一定会吃到一罐，先这样看能不能好了。实体片已经是确定两片啦，之后应该还会就是依照容量再分吧。嘿，卡萨夫。哦，看看我找到什么了。找到尼克莱，别玩了，这座城市需要这个疫苗。比我更需要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是。一盒两片装，我觉得你，我觉得你，你搞不懂我想跟你说的那些道理。我知道你觉得人命不能买卖，然后看他后面章节是要按照大作卖还是 DLC 的价格卖吧，我觉得。好，毛利诺曼，我们做个交易吧。你放手下去跟 Nemesis 玩玩，玩玩，我就记个过程，把实战数据卖出去。为什么我要让他穿泳装骂的啦？我就不需要疫苗了，同意吗？很好，很好，下去啊！对，实体片就是两片。
会。这又是你吗？卡尔洛斯。不是，不是我。你还活着，我来帮你看着。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哎、欸、哎，什么什么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怎么被咬啦？超在哪里？他撞我都有伤害哦，傻小。哎、欸，我看不到啦，什么东西啊？三小啊！妈的嘞！起来了，太快了吧！
才不是你们。哎哎哎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到底是三小啦，我怎么不记得他冲过来有伤害啊？不干，我怎么不记得他冲过来有伤害、欸？他怎么又？终于死了吧！我赶紧你啊！等一下，哦，没事，哦哦哦，我差一点，启动机要过去了，快算了，我差一点打死他，我被僵尸咬死。硬派那个血真的很多哎、欸，我带了这么多爆炸弹跟火焰弹。血真的多。哎、欸，原来。哎、欸，可是不是啊？为什么他硬派会冲过来就有伤害啊？之前好像没有啊。好，我们在上头会合。原来就是。还就是卡洛斯放小怪下来的。尼古拉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尼古拉，往哪里去？必须得把疫苗拿。你看，整个弹尽援绝。哦，没有啦，麦格农用的不多。哎，他后面好快要卡起来，应该是他的血消的有点快，在每个阶段消的有点快。四三些是谁？直接把中间全部都。不过我觉得我的资源还是很多哎、欸。你不觉得我的资源还是很多吗？
好抱歉，走错路了。我没有走错路。地狱咬一下就死了吧。结束了，你这个死贱种，快把疫苗给我。麦格浓蛋，我就这些啦。剑可通神啊，姚先生。麦格浓蛋不多，所以我们会继续合作。明白的话，就把枪丢了。接地气的那个翻译，死贱种。你有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吗？我觉得他很恶心，不是神奇，好不好？不过，城市快炸飞了，本大爷的性命比贱人的要珍贵的多呢。永别了，尼古拉！尼古拉！快去追尼古拉，疫苗在他手上。那你怎么办？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没事的。我没事的。坦白告诉你，这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炮声开启中，这样才对吗？干嘛给手榴弹？哎，今天看了自在的那个，才知道他随便乱瞄也都一定会打到他。啾啾啾！到，抱歉，大哥。啊，倒！往后瞄呢？应该没办法往后瞄了。我就要死哎、欸！你们觉得我来得及吗？欸、好像来不及耶，好扯哦！你以为我没法干掉你吗？风压，风压，我没有配抗风压。好痛，好痛哦！巴达巴达 ，Oh my！ 对，我知道，所以，插进嘴嘴里。
着，别死缠烂打。我跟你们说，吉儿这一辈子一定最讨厌死缠烂打的人了。经过这件事件后，他一定超讨厌死缠烂打的人。终于杀了。穷追不舍，恶心。经典场景又要来了，来了，我来了，拉蒂兹。哦不，悟空，你怎么倒在地上抽？啊！你是阻止不了我的。说好给你的，没错吧？啊！悟空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好事吗？不知道，也不在乎。客户的命令是彻底摧毁保护伞。你帮我撑十分钟，哎，刚好十分钟。导弹被发射了，那么我也该走人了。永别了，瓦兰特小姐。只可惜我说的话你就是不肯听进去。开枪！不行，会打到你的。不行，会打到你的。快点开枪！他那个不行也太那个吧。没有选择了。马坎科萨波。Carlos。哎，我说过不会丢下你在一个没有我的寒冷世界里。怎么处理他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每个人都有就输了，就会失败的样子。世界末日也不例外。你只能打在尼可拉身上，要不然好像会失败。带我离开这儿，我就跟你说，你给我顺便开个价。你这白痴，愚不可及，愚不可及。我死了，你就永远都找不出真相。大不了我自己查。没关系，大不了我自己查。嗯，对啊，卡洛斯就不见了。我在想他这样还能回保护伞吗？只有你没事吧？他搞不好被保护伞干掉，要不然他就是跑路了吧？导弹来了！我怎么觉得听起来像发弹来了？我一个拇指大，Ben，没有啊，那不可能是核弹啊！我们昨天就讨论过了，如果是核弹，终于结束了，应该他们就死了。
永别了，浣熊师。李靖比。对，应该也会不见。也无法改变我心里的冰冻空虚。杀死这么多人的，并不是病毒，是人类的贪婪。我在这一刻决定了，浣熊市的余烬将会成为焚烧保护伞的业火。我会把他们赶尽杀绝。奇怪，日文有这一段吗？但如果我不去打那个追击者跟那两只智障的话，应该快多了。See no， 但他真的会算。我是说他真的会算那个时间，他真的会算。他读取没有用。被我换完成6560点。不是很想再玩这个fun game了。看到，他们 speed run 是跑标准还是简单啊？哦，好好哦。我是不清楚，速度很快就比较强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啊？换服装，我觉得射爆他们比较爽。速度快就比较快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哇，精辟见解！哎，你们还想继续看拜哦？还是欢乐打个咯？因为其实我不是很想再玩这个游戏。虽然他1800，那么贵。唉 ，YT 上传的 Speed Run 都是跑硬派。因为我终于更新完了。因为我记得那个，这次瑞山。你自己玩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判定啊，还有一些有的没的的莫名其妙的东西，恶心你的东西。无限火箭筒，干，你要不要看无限火箭筒要什么？就是这个。你要去标准浓爆。要62400点欸，这一代就是农场游戏啊，农爆，卡普空的游戏就是农，跟魔物猎人一样农。他这次不是跑多快，他给你什么，而是他你要解这些成就，对，你要解这些成就，然后看他给你多少，然后自在是他就去一直刷怪，然后就拿了很多点，然后就去买了火箭筒炸翻他们。你看击败这么多敌人就有这么多点，厉害吧。
查理玩偶真的找不到哎、欸，为什么剧情档案我还是我应该每个地方都有去啊？为什么、啊？为什么会少两个、啊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那两个到底在哪里？他花八个小时，他就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刚就是卡洛斯那边不是有很多怪吗？对，他就是在那一楼，他就在那一楼。就不断载入，然后一直射。我觉得他这一代的查理玩偶比二代更难找、欸，真的超级难找、欸、一周目我只买两个东西啊，一个制作伙伴跟就是手册是我今天刚买的。对，吉尔保护站那边超多怪。Mega Man 谁呀？洛克人，这一代难道有洛克人？配角们。我觉得马文长得比泰瑞尔帅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泰瑞尔长得不像游戏里面的泰瑞尔。你知道看到这一开始的追击者让我想到什么吗？他好像穿了一堆垃圾带在身上。是什么？什么 ？Not me. Then I am not me. Oh, OK. 不要写那么近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是闯进去？哎，不是啊，这个是谁家？那个货车是那个货车哥吗？是那个货车哥的地方吗？他这次医院里面，哦，好像很少。有医护人员的那个吗？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、啊？感觉还是一般的模组啊。嚯，怎么这么多？哦，应该是因为要解成就才有模型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原来每次查理玩偶不一样吗？哦，一样啦，靠腰，我还以为有什么不一样的。我真的觉得卡洛斯中分很丑。要超过四代才装得完，他那么大只，应该不止四代吧？